来，这个义乌的，取这个毛线一条一条的，只要有打火机，就可以简单解决哦。剪刀剪了也还是会这样脱线的、啊，用打火机最快。你看哦，这个打火机啊，一个打火机就这样子烧一下，好压一下，这样就好了，这不会脱线，就粘住了。OK， 拜拜。